今天算是来验收了，项目就算彻底完成了。我们以后应该不会再见了。虽然说了很多次，但还是想再说一遍。谢谢，谢谢重新遇见你以后，让我找到了我自己。也希望你能过得好，没有留恋，没有遗憾。好，我已经知道你的答案了，但我的想法还跟那天晚上一样。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，我也是，不勉强，按照自己舒服、自在、开心的方式去生活。这段时间，合作愉快。曾经那么想牵的手，现在以这种方式握住了。从今以后，大概不会再牵到这个人的手了吧？重新遇见夏天后，我好像明白了爱情是什么。重新遇见许泽豪以后，能够面对爸爸的离开了，也重新开始找回我的梦想了。爱一个人能走的心路历程，我好像都走遍了。现在没有遗憾，一切能做的我都做了。重新遇见你，很开心。我也是。保重。保重。